杨哥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勇。今天我要跟我妈要去干件大事，因为每年农村里面到这个时候都有肉可以捡，也就因为现在快到年底了嘛，还有三个月过年了，也就这段时间，然后就能捡点肉。这个消息也是昨天一个朋友告诉我的，因为他认识那家人，我爸妈也认识，不过我朋友是看他微信朋友圈发出来的，现在先去他那个，就在那个上面，去他那里看一下。据说是有几十只土鸡，还有十几只鸭，还有几只大鹅，要批量处理，因为他要出去了，就是去城市里面过春节。农村里面有些人到年底会去城市里面过春节嘛，然后大部分朋友也会从农村，也会从城市里面回来。现在跟我妈一起去看一下，我现在还没见到那批鸡，我还不知道怎么样。反正那批量处理，如果能抓到的话，还是能捡个漏的。喂，老板。我现在养嘞，养嘞看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今晚上就直接转给你。你看好多。我。你看着。这边有，去看一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全部邮给你。哦，等我落了，我找几个人，你等我子。我就是找几个人。你要把我来几个问耶？我喊你看嘞。是哪里？刚刚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说又有另外一个人打了电话给他。像这种漏要抓紧时间，不抓紧时间就会被别人抢走。哇，这好多菱角，这种塘里面黄鳝多，就是像这种冬天黄鳝都钻洞钻的。这不安不？还有人家好狗狗在屋里面。是。你还有这么帅哥？帅哥的。好死的。是你个机油啊，你就得机这里。还有里面的，还有，反正有的是还有。我跟你老婆讲过，要么直接买过，全部买过。那不一双，那不一十多家子。那不一双，五斤应该一双。哎呦，这个大，你这技术不行啊。现在跟这个叔叔两个人分了，都是一个村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只鹅，八只鸭，三十多只鸡，都是老鸭了，老鸡了。阿进，就站队。我意思就是讲，好一个鸡，俺过年啊，全部飞过去去。你瞧瞧，俺家两个鸭子在对面店转过了，啊，飞过去的。不是鸡不能养。农村里面的鸡只有晚上来抓，白天抓不到。他也得接着呀，接得好，你高应该就好。现在抓不到。这个叔叔之前一直喂鸡的，我都不知道，就在我家上面，我都不知道。都一年多了，鹅是三年了，然后鸭子有一年半到两年，很难遇到这种养殖大户啊，一次批量处理啊。哇，你好凶啊！现在先回去，我交了点定金，然后今晚上来抓。这次还好，今晚上跟我爸、还有我妈还有我小妹一起来抓。小孩子问现在准备去抓鸡了，这队伍比较庞大，就按照我妈我爸这两个小家伙，经常就拉三轮车拉，但是车拉的等下他们两个坐的又身上痒，因为有点多，所以一下子都要去，不然抓不过来。走那边上车。那边路没修好，走这边过。这个路弯弯有点多。今晚第一只羊鸭，别飞，进去。哎呦，好大，这羊鸭力气好大。这只鹅啊，这鹅大概六斤这样子，这只鹅大概有个七斤，七斤啊，比七斤多。我看好赢啊，你看。这个袋子放不了了吧？是的吧？等一下，我把这个袋子绑一下啊。我爸也来了。那鸭子，谁给你了？我用你好吗？我娘子奶奶带几个鸭子，啊，你给我给你买的。
哎呀，来，哦，最后一个，来来。哎呀，这最后有个七八斤啊，最后好大。来了，长一点了。啊，我跟阿伯要分开了哈。我怎么看见你老子把他放了？你咋等几多嘞？好点的，不好点的。你要出现的再讲都没得用啊！这叔叔还舍不得。给他摆了，他那个我的好，给他摆了，我的。哟哟哟！哇！压在一起是？爸爸，这个鹅长大了。哇，这只鹅大，放这个，放不下了。这只鹅大，这只。嗯，这是大白鹅。大鹅，它长大了。嗯，它没长大。哦，这里还有一只大羊羊，这羊羊的是。好大。只哇，这只鸡有4斤多。两只。嗯，这只好重，4只。你这羊放哪里？35只鸡，哦，34只鸡。放哪里？鸭子加上鹅20只，总共是。5000多块钱，5000多块钱，总共吃了50多只。鹅最大的有11斤1只，估计鸭子也有5、6斤1只。现在先拿回去关起来，明天再称。哎，太多了也累呀。这些搞得浑身是汗。这是你家？我俩约。算弄好了，给小北打个电话，问一下他吃不吃鹅。你接，明天再给他打，因为鹅有那么多，给他弄一只去。这鹅时间蛮老的，有3年了。哎，这一批总体来说还可以。那兔子先生为什么不回家呢？昨天晚上一晚上没飞出去，真的是个奇迹啊！就这么高。昨天刚抓过来的时候，有一只鹅就直接飞出去了，被我抓回来了。哎，湖南的天气真是说变就变，今天又下大雨。哦，鸭子跑出去了。哇，又跑了3只鸭子出来。看那个鹅就在这里，这个鹅还蛮大一只的，总共有8只鹅，我要数一下，看在不在。前面看到这个草，后面那只白色的鸭子没有，我就喜欢吃这种白色的鸭子，纯白的。这只鸭子好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只鹅。原来还有只鹅呢。我昨晚上明明记得是8只鹅的，刚刚去数只有7只鹅。我要问一下我妈，我自己家原来在里面还有多少只鸭，然后把那个鸭除出来看，加上鸭子的数量对不对。我可能把那只大白鸭当成鹅去数了，可能。啊，我只有7只的，下吧。昨晚只有7只，我只了8只嘞。你个8只。我妈的声音要听见吗？你个9只。我妈又跟我开玩笑了，我说9只就9只，可能是我昨晚上数错了，因为昨晚上那个鸡鸭鹅加起来数量的确稍微，有点多，就是。我搞这么久以来啊，收土鸡收的最多的一次，这是纯粹是捡个漏。农村每年也要到年底才有这种漏捡，真希望多来几次。这是反正50多只，5000多块钱。
还挺划算的，能小赚一笔吧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